欢迎光临，这是我们这就是街舞 SDC 的厂牌店。那以后这里呢就会贩卖我们节目的一些周边，包括一些很多的互动体验都会在这里进行。同时呢，从今天开始，这里将连通着四位的专属战队舞蹈房。从今以后，你们和你们的战队将在四个舞蹈房里面一起练舞，一起生活。之前通知四位队长是希望你们能带一些自己的私人物品放在自己的专属舞蹈房里面。我们互相介绍一下自己都带来了什么。我带了一些应援的东西。应援的东西，所以以前别人帮我们应援啊，现在我帮舞者应援，帮一些有一些小玩意儿。这个是小熊猫，这是我以前自己画的一个小花玩偶，然后就觉得可以代表我不在的时候可以见识他们，不要偷懒。就是衣服啊，可以换，跳试了就可以换一件干的。我有滑板，然后还有头盔皮，那些比较大，我没有拿过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确实我应该是滑板滑的第三双破鞋了啊。为什么滑板破鞋呢？因为跳舞跳破鞋还挺难的。在喜欢的东西上可以很认真、很快乐、很努力，你可能很幸运可以获得到一些很好的天赋或者怎么样，如果不幸运的话还可以获取一些更多的快乐。我就是第一次参加街舞戴的帽子啊，跳跨幕时候戴的那个帽子，对，还烂了。然后还有沙袋，对，大家可以绑着沙袋强身健体嘛。就是平时跳舞的时候你会戴沙袋吗？以前会。所以这沙袋也是为了放在舞房里强身健体。强身健体，大家一起强身健体。我可以不介绍了吗？他们带一些东西都这么有意义的，我有点。但我很少看你有什么东西是没有意义的。不像话。来，我看看。哎，孙悟空，对吧？啊。我还是把我那段剪掉吧。但我觉得很有意义。很有意义。孙悟空代表很多意思。就喜欢孙悟空嘛。还有一个。哇，钢铁侠，不用解释了，不用解释，就是喜欢孙悟空和钢铁侠。对对对，是打不赢你的感觉，打不赢。打开优酷 APP， 首页搜索“这就是街舞”，进入播放页，点击屏幕下方“预约有礼”预约节目，更多独家视频等你来看。